我的小公主。哦不，小红帽，你刚刚跳得真好。谢谢你，塞巴斯汀，森林里的小动物都表现得很棒耶。什么？要给这么可？其实，在塞巴斯汀来到这个小村庄之前，曾经遇到一位老婆婆。老婆婆给了塞巴斯汀一颗苹果，她说只要塞巴斯汀让小红帽吃下这颗苹果，就可以得到快乐之石。那到底塞巴斯汀会怎么做呢？什么？要给这么可爱的小红帽吃苹果？哇塞哇塞，太扯了太扯了！我演了那么久都还没吃，你出来几秒，我出来几秒，我已经出来快两个小时了，跟我抢苹果，提来，我先吃。啊，这苹果有毒！不，塞巴斯汀，你是个好人，不可以就这样死掉。小红帽非常难过的亲吻了塞巴斯汀，然后塞巴斯汀就奇迹似的复活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要吃？你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果然，你以为这个苹你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果然，这个苹果有毒。你以为我会这么好心吗？哼！来战斗吧，你这个老杂货！